北影 Angelababy 开学日秒杀网友，佢哋有咩共通点呢？我知我知，靓同红咯，啱一半啊！佢哋都系呢间明星摇篮学校嘅校友。北影前日又开始迎新啊，一大班靓仔靓女报道，当中最瞩目莫过于呢个翻版 Angelababy， 好多网友都大叫女神，将来肯定系明星啦。事实上，唔少北影学生升 Year Two 之后，已经开始接戏同拍广告赶出头啦。咁快就博到准，传闻有啲学生仲会瞓身添啊！曾经有自称北影学生话，真实嘅北影生活就系不断培训同整容，女仔就用身体去换演出机会，所以北影校门口经常停咗唔少名车，而男毕业生都全部俾富婆包养，归为明星摇篮。北影当然有唔少富二代入去读啦。曾经有北影考官同家长讲话，冇30万人仔都咪使仔女可以入到去啊！好似呢位上市公司太子爷，前年打死挡住佢架名车嘅清洁工人，搞到满城风雨，但最后都系赔翻75万人民币就冇事啦。所以入学嗰30万，十岁啦。